往那边就。上面有树，上面有树，上面有棵树。一把线松了。松树松线了啊！哎呦我的，真大啊这鱼！慢点，二哥，可是不能让它跑了。哎，线断了啊！哎哎哎呀！你得陪我鱼。这个小池塘听村里边的老人说呀，已经荒废很多年了，一直没干过啊。我去年在这还钓过一斤的大板鲫，今天再过来试一下，干个窝去。上一次来钓的时候呢，我是坐在那个台子上啊，斜着打，今天我们坐到上面往下钓。上回用的是4.5米，今天咱用3.6米打个近窝啊，就这一块儿。有个大姐在那洗衣服啊，上次来就见一个大妈在那洗衣服。这个地方呢，都快成为一个天然的洗衣池了。不管了，窝已经打到里头了，一个小时之后过来钓。我呢？这一个小时出去转一下，看有没有新的钓点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简简单单，先开个饵料，少来点啊，窝打的不小，接点水。饵料也行好了，给它收拢一下。老弟，我裤子带了没？又忘带了是吧？这能钓上鱼不？好了，水比较深啊，搓饵直接干。直接搓两个豆，走，第一杆。来口，五口，大的大的大的，我去，哇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这鲤鱼吧？是鲤鱼不？鲫鱼鲤，哇，鲫，鲫鱼，我的金鲫，我，快快快快快，哎呀，我不能坐这了，不能偷懒啊，慢慢溜，没抄碗，改哥，没抄碗，给它卸完力，滴溜上来，哎呦我去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这玩意儿，我这个头真漂亮啊。哎呀，别往里钻啦，伙计！哎呀，顶得住，08拉05，走，给这条鱼换个家，让他去我家做客啊！好，溜的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头可以吧？漂亮，嘿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快哥，孙哥，帮忙！去哪帮忙呀？孙哥帮忙，快快快，孙哥帮忙。去哪哥打桩呀，孙哥？慢慢抓，不着急。往那边溜，往那边溜。上面有树，上面有树，上面有棵树。一把线松了。松树松线了啊！哎呦我的，真大啊这鱼！慢点，二哥，可是不能让它跑了。哎，线断了啊！哎哎哎呀！你得陪我鱼，跑了，线没断吧？行行行，来来，接着钓，接着钓，没事，有第一条就有第二条。
金鸡没了，金鸡没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金呀、啊，这个。来，上来哥，安全第一。来来来，上来。拿抄网吧。拿什么抄网？接着来。屏住，屏住呼吸，等待接口。哎，森哥，你说这个鱼不长记性，就刚才跑那条鱼，它下去还吃是吧？下次直接把它提溜上来，凯哥，试试这杆子怎么样？线顶不住，那个鱼一翻身就断了。金鸡，你太小看金鸡的力量了。你多少天没见过金鸡了？心里边没点数啊？又给了一口，跟刚才大鱼给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！小口小鱼给口就这样，刀，刀刀，哎呀，刀上来了。这是什么鱼？小麦穗儿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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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窝让这小麦穗给做做了啊，祸害了给。这扔扔岸上，不要它。不不不，不能杀生，扔盆里。盆里。不能让它进去搅和我的窝子。不钓的时候再放生。对，等我们钓完了，再把这鱼给它放进去啊。再来把再补点错。森哥，这钓了一快一个小时的又没口了呀的。刚才跑了一条鱼，我怀疑那条鱼下去之后通风报信儿，告诉所有的鱼说上面有人钓鱼，别吃了。现在没口了，就不能让它跑了是吧？那跑了一条鱼咋说呀？我明天给你补回来，跑一赔二。跑一赔二啊，说好了啊，我那一斤几，明天就得二斤。论斤算行，你别说一条一斤，这个我办不到。反正明天给我两斤鱼就行哈。孙哥会算账，我要一条二斤的。太阳落山喽，小雨脑口喽。这个地方啊，我感觉打隔夜窝。隔夜窝这个季节走哪儿都好使。哐哐哐，米呀、面呀、粉呀，往里打。隔夜窝，明天给你二斤鱼的地方。行啊，明天再来，直接打个隔夜窝。我和孙哥商量好了，准备在这附近呀，不光这儿打隔夜窝，隔壁还有几个这个大水面啊，我们也去打几个隔夜窝。明天一早过来挨个钓，到时候看好我们的鱼货吧。就好像吹牛啊，好长时间没见过大板鲫了，今天算是第一次见了啊，这有半个月了吧没见过金鲫了。不行了，今天算是废了。来吧，开始喂鱼，给我拿大盆。这盆是不是有点小啊？今天剩的饵料啊，一块给它打到里头。不中，这九米呢，我还得多放点。经过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九米啊有一种功效，打进去之后的这鱼一进窝，一吃九米，醉了。它晚上得睡一觉吧？是不是？它喝醉了，它怎么走啊？明儿过来绝对能把它钓着，所以呢，九米呢多放点啊，让鱼喝醉了，不让它出窝。明天早上至少饿了。对，它酒醒了之后呢，它得找吃的找喝的，正好我过来钓它。哇，真香！来找个位置啊，把杆抛里头，明天钓哪个位置得看好，就这个位置啊。近打窝，远钓鱼，来吧，
这一盆全部给它扔到里头，走。满满一盆全部干到里头了，大家点个关注啊，看我明天怎么连根爆户。明天见，拜拜。